紅色依家咧就係暫時排第二位嘅。呢首就係 Modify 嘅看車賽嘅 B 組，今日就 Modify 人數就比較少啲啦，所以就 B 組得四個人嘅啫，其中有一個咧就退出咗比賽嘅。今日場賽事咧就係用指定嘅抗粗塔嚟嘅，就另外一款嘅天派士，同上場比賽係完全唔同嘅套胎嘅特性。呢套胎就找作力方面就比上一套係差一啲，不過比賽就冇所謂嘅，大家都係用埋同一款胎，就考下你點樣用啲胎窩馬、胎水嘅配合啊，同埋運用嗰個時間咧。我哋見到橙黃色、黑色嗰架咧，就暫時係三號車嚟。不過佢今日架車嘅狀態就唔係幾好啊！一 on power 就比較容易走咗佢架車。而家我就影下架三號車啦。今日地方繼續就喺翻粉嶺黃江山嘅 PYC 用車場啦。而家啱啱跑咗就四分鐘，賽事仲有一分鐘就結束嘅啦。呢場賽事咧，全日咧就可以用三套胎嘅，因為除咗限制胎質之外咧，亦都限制咗可以用嘅數量。其他方面咧就冇乜大限制。即係基本行翻呢個車重啊、車殼高啊，即係一啲好基本嘅嘢。電池電壓方面今日都係冇限制嘅。
好，賽事就完咗啦。